殿下，傅太师与我既是国仇，也有家恨，我绝不会放过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委屈宁王在东宫多盘桓一些时日了。义父，这怎么可能？别废话，解药。我没有解药。枯草散是道门排名第一的毒药，用八种剧毒之物淬炼而成，所以要找齐八种珍贵药材才能解毒。这些药材极为珍贵，在毒发之前你们是很难找齐这些药材的。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妹妹看待，不希望你也步你师兄的后尘。玉娘姐姐，我不走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要留下来帮你对付傅太师，为我师兄报仇。